对面倒了个，真倒，嫩乐色，哦。我们这都有冠军，又有尾神哎，还有雪兔哎，啊！哎呦，居然是冠军啊，太屌了，别人都不敢跳那个倒数了。拜托，神的组合哎，直接讲倒数别来，不然会输。我看一下哪一队够我们打，哎，好像没有一队够我们打哎。真的没有一队，看不到啊，没对手好像。我把麦先关一下，我先讲一下，各位，我会尽力的，好不好？我不白给你们，可以给我一些建议，在聊天室上面。哇，真的好恐怖哦！这次的射击队友比上次还要强一点，好像有你啊，有你 LGS 东南亚冠军，含金量特别的高啊，白哥。哇，也是啦，你这样子，整个强度都往上拉了。太脆了啦，等一下没第一名什么都不是哎、欸。没关系、啊，跟你一起，没有啊，反正我这次没有第一名也没关系啊，我把你拉下去啊。原来是新仇旧恨一起算啊，我好像选错队友了。哎、欸，第十七队少的那个人是国华哎、欸，妈的港仔，为什么问题可以这么多啊？对啊，我下去骂他。啊，刚才港仔真的很可悲，那港仔还跟我说中华电信在搞。哎、欸，游戏即将开始 ，OK， 开了，哇，都顶烈光哦，这么强哦。要不要一倍？要二倍吗？五倍跟六倍。我有了。帮我躲在八二三里。找到了，游戏要结束了。认真，真的，游戏要结束了。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人。我过去看，不用飞机，走过去看。好，在这边等着养老吧。哦，那我养老，我可以开飞机逛吧。可以。哦，哎呦，好恐怖哦。我们后面这边有人哦，雪兔看好你那边，雪兔你就看好你左边那边，这里。OK。左边有人哦。我看。还出来了。要走进去了，那就不要理他们了。雪兔靠过来一下，雪兔靠我一下。好，这些人可会上来了。对面。对面倒了个，真倒，嫩乐色。哇、哦！雪兔，等一下给他们大，现在。OK， 现在丢了。阿伟飞机准备好，来我这，阿伟飞机准备好，阿伟。来了，准备好了，我开大喽。跟我压，快救。倒了，不电池，压近点，对。啊，倒了，上面。好、啊，回来，好，我救他。放我旁边。前面等一下说，你等一下炸他，雪兔应该没炸。我有 Q， 没炸。前面那个，我开个 Q， 要炸吗？直接炸。我们有圈。过来。我来了。快爆甲，打快一百。棒子爆甲！哎、欸，一个打一个吧，这个已经没，他没东西了，他破甲。我前面倒一个。袜子，我倒。走，压过去。解除盾，丢了。这一队。我打电。解除跟我走。好。哇！Nice！ 干！完全打不到手，伤害太远。阿伟好强，阿伟打1900是怎样？干！啊靠！那有什么难的？不基本的吗？感觉都没什么强的哎、欸、啊！我要报名 LGS 了。太强了，阿伟！没有啦，你靠得好啦。躺赢，躺起来。阿伟，你可以加入 DF 了、欸。哇！职业了。我们缺人玩飞机耶、欸。开始了是不是 ？OK。阿伟跳左边帮忙开，然后懂，收到。指甲、啊、你拿吗，胖子？两件指甲。哇 ，OK。有和平跟我说、啊。好。要不要蓝包、啊？雪兔刚才可以捡。你拿什么？我拿R99跟188。我们先来上面看一下。先去这个房间拱一下。好。阿伟可以开飞机去房间里面开飞机，看里面有没有人吗？有一个在铁管这边。报告队长，没人。走，动作，飞机停在那，动作。好的，哎、欸，有人哦，这山上有人。我知道，一定会有人，有人来就记得开枪，让他知道这里有人啊。好，我现在在看。稍微往外站一点，看情报。好，绕着，跟我走。好，来，到了哈，他们那边会打架，这边可以打。雪兔给大招，丢这里，丢我不要点。有。啊、阿伟开飞机去炸。我看到。有倒地。走，推掉他。是啊，来，我这安全。后面有人，我要跑过来。发现，别死。雪兔有没有大？没有，刚丢完了。
撂车撂车撂车，那你爬到这边上来，这边爬上去吗？有可以。好，爬不上去嘞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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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爬上去，爬上去，爬上去。哎，往前丢盾，往前丢盾。胖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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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枪。来来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有盾了，有盾了。雪兔有大吗？没有。雪兔待会丢盾，待会丢盾。剩十八秒，剩八秒，剩八秒。打他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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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他们压力，给他们压力，给他们压力。等下等下等下，我丢盾，我丢盾。挂机倒了，挂机倒了。拉电拉电拉电。不要死，阿伟，阿伟不要死，阿伟不要死。雪兔雪兔保我一下，雪兔保我一下。好。在这，电盾，电盾，电盾，不行。阿伟，不要往前推太里面去啊！我，哇，这边不行。完了，我太前面了。要在前面，你们就是打好这一波，等，然后换甲等，因为我们下面还有两个人啊，我想说，不想跟你们讲，你们会太混乱，就等。可惜啦，阿伟，你活着就吃鸡了，真的。好啦好啦，我知道啦，我的，下把认真，真的真的，下把一定进入状况。我现在去拿一支笔，在我的脸上写"状况"两个字。状况直接在脸上那、啊、算了啦，我关个麦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打个手枪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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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比较冷静一点，先发泄先发泄。哦都出来了都出来了，好、啊、这把我赢，这把我赢，把冲动射出来了。阿伟去右边，雪兔去左边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一起飞，我这赶快上车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有这边有两队，这边人在打，两组在打，往我这飞，往我这飞。有飞机吗？有炸吗？有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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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来安全的地方拉电池，然后用飞机去看一下里面情况，然后给他们炸。你往前炸就好，直接往前炸就好。我就往前炸喽。好，直接往前炸。都炸到，都炸到，都炸到，都炸到。我丢雷，我丢雷了。他们出去，他们出去了。把胖子打死，把胖子打死。倒地，倒地，还有毒气。接冲，接冲，接冲。打一下电。好好好，我补血，我补血。我打凤凰哦。雪兔看一下门口，不要舔包。好，不要再舔了，看一下门口，不要再舔包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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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换我舔，换我舔，换我舔，换我舔。原来是这边有人，他在后面。这边有那个探路者，雪兔守好那边，不要待着不动，记得去看情报，不要不动。这个探路者感觉是孤狼哎、欸，他因为他都没在动了。嗯，先丢吗？盾。我们等一下最后。好，丢丢丢，出来出来丢，出来丢，出来丢盾，丢盾丢盾。来，我前面来了。一个爆甲。哇，差一点。上面那个差一点，哇！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啊，阿伟有大就是说你有大好了，不然我他妈问一个，两个人回我。我一直说有大不是吗？我是有你接炸，你接炸。我那时候不跟你说看到盾接炸，我说一个，然后两个人回我。都有大啊，都回报，都回报。我那好痛哦。回报啊，你队长啊。都回报，都回报。他们全部都爆甲了，好可惜啊。对啊。可以啦，拉开分差，拉开分差，这把拉15分。那我下把开始call喽。等一下，不好说嘞。太早了，太早了，太早了。啊，下把认真。总共差17分，现在。在某种程度上来讲，我没办法跟他们太好的配合，因为我的意识没有往上跟，枪法呢也没有说特好，所以最主要是要给资讯啊，压力大大。22959对2.2万，干这费率好高哦。旁边这队是谁啊？要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不要不要，尾神，你直接往下面帮我开。有人来露点啊！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雪兔，我走了。雪兔，丢盾，丢盾之宝，雪兔。不行哦，上不去。你要白烂啊！上不去，上不去。我们走吧，我们真的要走吧。哇靠，上不去，太难过了吧！我这边复活他不会被他妈那些人疯狗咬吗？不会，他要来就只能打了，不要一直跑。我感觉我比你快，我现在复活了。那我帮你看一下吧。啊，帮我看。没来。去安全的地方看。还没来。看一下有没有人。没有，没有看到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我不看了。我在屋顶看的，我在屋顶看的。我们等一下走下面去采集，然后去探圈，好了吗，雪兔 ？OK。在满地走吧。后面有人开大。你直接原地丢大，你直接原地丢大，原地丢大。我丢 bubble。会倒。好像没办法了，我打捡你的牌。那我先在那边死掉吧。好，不能脱节啊，太慢啦。阿伟跑得掉，你应该要跑得掉的。这边，我想说接拉吗？接拉。我拉。看一下有没有人过来，雪兔，看一下。好。哎、欸，稳了，瑞士蒂亚那组倒了。啊，稳了，冠军。稳了，瑞士蒂亚倒了。等一下，亲我的，我们去。吓死我了。好，先听摆地的，听摆地的。哎、欸，可以看一下我吗？哎、欸，丢盾，救他，雪兔，救他。谢谢。下面有人。下面有。哎、欸，这不是盾吗？不行。哎、欸，不行，要走。哎、欸，我们跳下去吧。雪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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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可能要死了。血量没控好，没血的不行，就要跟他说要盾了，因为他反应也不可能那么快。他要给那，但是下面有洞被看到了呢。对对对，刚刚是下面那一组往上穿的。对啊，拿冠军啦，没什么啦。哇，感谢大腿，拿冠军呢。Yeah. 我问你，你下次还会选我吗？会啦，我会很认真的讲评哦，我会针对你们有问题讲出来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那个？好像你是 Apex 导师哎、欸，我是不是个好老师，对不对？扣的好，扣的好，扣的好。刚刚是不是说让你们拿冠军？有，现在可以讲了。下一次会不会选我？下一次会不会选我？会的。真的吗？那我第一次下一次啊。没有靠腰吗？一定有了吗？图奇他妈都只办 Apex 的比赛，那不能这样。图奇我最爱图奇了，我最爱图奇。哎呀，很臭哎、欸。对，下次会选我就对了。会的。好、啊，你好像是赚钱的机器耶、欸。真的、欸。你拿冠军，凯奇会给你37分吗？哈哈哈我要讲什么都想好了吧，冠伟。没有啦，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啦。想好了吧？等一下访问呢、欸。没有什么好。是不是想好了防你啊，防你啊！你冠军不防你冠军的大腿啊，当然是防你。最大功臣。来这边的话，我们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法力冠伟，还有我们的雪兔三位安安，恭喜三位。Hello。简单的先问一下三位，来，百地这边二次夺冠，加上前阵子拿完好成绩，啊，心情如何？心情那是很好啊，全部都是冠军，大满贯啊，差一个世界冠军啦，就差一个世界冠军而已，就差一个。来，那阿伟这边也问一下，阿伟这冠伟是最后想要当个英雄，结果不幸被中大直接放倒。没有啦，那个就没办法的，那个，我觉得是第三个人盾没有丢好。所以下一个是传给雪兔，来，雪兔来，雪兔请说。没有，我压力好大，我刚丢歪了。雪兔，我跟你讲，至少我们是冠军啊！你盾丢的不好，我们都是冠军啊！你就是比其他19队的胖子还要猛啊！哦，好开心啊！我是冠军胖。